我们舞台上的很多精彩的节目要呈现给大家，拭目以待。那么在还没有节目正式开始呢，那么珍妮先带来几首歌曲，那么配合今天晚上的这个呢中秋佳节的歌曲送给大家。第一首送给大家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您也代表我们醉花林俱乐部对你们的一份爱心，掌声送给您。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成外爱，也成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应我的爱，不应月亮代表我的心。有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谢谢我们的田会长热烈。您的支持，那么呢，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有我们华语家人会，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哈，来，大家一起同欢共乐，祝你们月亮代表我的心，会唱的一起来，好不好？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潮州的，看我讲的准不准啊？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啊，感恩，谢谢谢谢，好不好？因为呢，我觉得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我就看到呢，我们从前三年两年前。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觉到了一年比一年呢更加的棒了。我发觉呢，越来越多小朋友参与我们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醉花林俱乐部所有呢，我们全体的董事们都非常的非常重视我们的这小朋友他们这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今天都安排了很多很多小朋友。首先已经把呢非常精美漂亮的这个呢。送给大家了哈，那么待会呢，我们还有这个油灯笼哈，到楼下去，我们的花园非常非常的漂亮哈。那么呢，待会当然呢，我们还有就是幸运抽奖，所以呢，如果刚刚来到的这些家长们或者小朋友们可以去登记哈。好，再来多一首歌曲呢，过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致辞。会请我们的总理到台上致辞。那么接下来珍妮要带来另外一首歌曲，那么比较不一样，想带来一首比较我感觉这首歌呢在中秋佳节也很多长辈们喜欢的，送给大家这首广东歌《万水千山总是情》，好不好啊？送给大家，多谢，谢谢。
回来我们的这个座位，因为呢我们准备了真的非常多丰富的这个美味佳肴，那么大家慢慢的享用。当然呢我看到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茶，还有红酒啊，哇太棒了，好像还有啤酒，哇今天晚上真的什么都有哈。好，那么呢今天晚上当然接下来请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借了我一点点的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舞台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醉花林俱乐部总理张建安，大都市立张建安 TVN 为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开始了，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一起动起来，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掌声。来，后面的朋友，来，哇，还有我们的非常棒的那个啦啦队啊。
就忘记了年龄了，他们已经把年龄忘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充满了正能量，对不对啊？平时他们没有这样子打扮的，很多的大老板啊、老板娘啊，刚刚很多的朋友看到他们都不认得，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打扮过的。所以呢，再次给他们掌声好不好？谢谢，真的太棒了，因为他们很多也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刚刚看到他们的手还可以拿起来，还蛮准的，加油。好，所以呢，如果这里今天有一些朋友们对这个讲演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呢报名好不好？也可以到我们的翠花林就讲演会，可以呢到这里报名。今天我们也可以帮你啊，因为我觉得呢，借着这个机会，你们知道吗，除了能够讲演也可以表演，哇，太棒了啊！所以呢，来到翠花林一定能够让你呢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呢能够培养出很多很多的人才。好，那么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想呢就是要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想请我们的父母们，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幸运抽奖，今天总共有60份幸运抽奖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抽30份。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邀请首先到台上来帮忙抽奖的，就是有请陈可成夫人，有请夫人到台上来，掌声欢迎。五斤啊，先抽15份哈。五斤，小朋友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抽幸运抽奖，你看这些奖品都好大份哦，每一个大大小小都不懂里面是什么啊，可是真的非常用心。夫人来，帮忙。如果现在有小朋友还没有呢登记好的呢，还给你一点时间好不好啊？每个人呢总共有60份呢，机会很高。好 ，OK， 我们就看你们的这个号码。好，准备哈，我们第一份获得我们的幸运抽奖的是幸运号码是117 117，恭喜。对了，如果你听到你的号码你举手，那么呢我们会更快的，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我们的小朋友，粉红色的，打开救援室，恭喜您，看前面镜头向下，哇哦 ，so big present， 被狗狗冲。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争取时间，大家拿礼品呢就到台下去拿，好不好？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09109，可以举一个手吗？恭喜恭喜！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40，在旁边拿哈，礼物在旁边拿。140，在哪里？可以举一个手吗？恭喜，到旁边的舞台旁边。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
119119，举一个手在哪里？119119有吗？一声119，一声119。第二声119 calling twice 119，再来一次哦，119119。好，请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23123。 hands up。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28128。 Congratulations 128。 Yeah yeah slowly boy slowly OK。 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03。对，我们在舞台旁边拿哈 ，OK， 在舞台旁边，不用上台。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59159，耶 ！I see you, I see you, congratulations, OK。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15115。 OK Thank you， 谢谢你们合作，手拿起来我就知道了，到舞台旁边，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你们陪伴他到舞台旁边，谢谢。 OK The next， 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72172。后面，紧接着幸运号码是124124。OK， 恭喜小朋友，124。OK， 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66166。有了，恭喜！紧接着幸运号码，哎，哦，到舞台旁边领取，不用上台 ，OK。好，那么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05105。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OK， 紧接着是可能很靠近哦，107107。哇，我也很开心耶，看到你们这么开心。紧接着幸运号码是160160。耶、yeah. ！OK， 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60。哦，有了哈 ，OK。15分，谢谢谢谢，辛苦夫人，慢走。好，请接着呢，我们要邀请
的是邱英季夫人到台上来，我们抽另外15份。好，我们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31131。耶 ！OK。OK， 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34134。耶 ！OK。Show me your hand 啊，你的手拿起来，我就知道你中奖了。OK， 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04104。耶 ！OK， show me your hand。恭喜！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18。耶 ！Together， wow， so lucky。OK， 恭喜！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Yes. Okay. 哇 ，You again. Okay. 好，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70170170。恭喜，恭喜。接下来幸运号码是141141。哦，来啦，哦。OK， 请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47147。哇 ，so excited！ 哇，太兴奋了，小朋友，开心哇！我没有想。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紧接着幸运号码是130。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54。很多孩子都一个人回去车放不下了哈，礼物都好大份啊。对，哈哈，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169169169。在哪里？169 OK， 恭喜后面的 OK， 到前面来领取啊，舞台旁边。紧接着幸运号码是162162。
162162，OK， 恭喜。请接着幸运号码是122。耶、OK， 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112 112 OK， 恭喜，好，掌声谢谢我们的夫人，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好，请就坐。好，我们暂停，我们现在抽了30份的这个幸运抽奖，我们暂停。那么呢，待会还有30份 ，OK， 还有30份的这个奖品要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可能有人问，为什么大朋友没有呢？大朋友就是喝红酒，还有啤酒。啊哈，我觉得中秋佳节哈、哦。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小朋友大朋友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因为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就是一家团圆，一家团圆呢大家能够团团圆圆来到这里，人多的地方呢，人家说人多的地方福气会更加的多啊。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的节目要呈现给大家。好，现在我想请呢小朋友都可以到前面这边来。 All children, if you want to see this magic balloon, you can come in front on stage, 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来看得更加的清楚。 Yeah, all children can come in front.Don't rush, OK, 不要乱跑这么快，慢慢走，慢慢走。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有眼福，因为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非常特别的这个魔术师，他是台湾清水魔术节获得冠军，他也在台湾RIC 魔术节获得冠军，新加坡魔术节也获得冠军，曾经也到过韩国蔚山魔术节最佳魔术师奖，在2017年参与摩卡达酒后2017演出的柔佛王室、特别演出给柔佛王室观看的，而且也在2018年被吉隆坡 Top 10 国际杂志选为马来西亚10大的魔术师，所以今天晚上他不是来变魔术，可是今天晚上呢他会为大家呈现是全马第一个与气球结合的欧式人入气球的这个独创的这个节目，所以呢亲爱朋友们，请你关注我们的舞台上，我相信在新加坡，在除了你特别在马来西亚有看过，我想在新加坡是第一次目睹这么精彩的表演，亲爱朋友们掌声欢迎 Aaron Park 洪文科，有请。
漂亮了，太特别。哎，还要做什么呢？那这个时刻呢，是要这个气球的这个不变出不一样造型的气球。哎，这是什么 ？Fish, right? 哇哦！Thank you.
OK, move a bit, move a bit. 好一点点了。
耶、yeah. 啊。哇，这个枪是真的、啊。
大朋友旁边一点，因为后面的看不到。啊，旁边一点点，一点点啊，啊，中间这样 ，OK。哇，这个是什么呢？潜水的用品啊。谁会潜水的？求得 careful 的 TV 啊， careful 的 TV 啊， TV also very expensive one 啊。Then you broken 啊， I'm sorry 啊。OK， careful 啊。
小朋友真的不可以模仿，因为这个是有点危险性的，大家可以往后一点点。那么大人呢，请你往旁边或者后面，不要挡到我们其他观众朋友。接下来呢，这个呢，最后的压轴精彩的就是这个人入气球，整个人到气球里面去，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节目。来，请我们大人们可以去坐，让我们后面的人看得到吗？Where are you? My life,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eal.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我们还有卡拉 OK 时间，喜欢唱歌的就可以到我们的舞台旁边去报名。我们接下来还有卡拉 OK 时间。好，紧接着呢，我们安排下一个节目。再次的要邀请呢，是刚刚也是有为我们呈现过节目的。那么呢，在这里要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那么这位老师呢，也是我们醉花林俱乐部的这个老师，就是舞蹈老师广志老师，掌声感谢他。那么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接下来也是由我们醉花林华语讲演会的舞蹈团为我们呈现这一支《我的心里只有你》，掌声再次欢迎。我的心里面有
演会的我们的歌我们的舞群啊，真的非常谢谢他们练了一段时间了，真的是不简单，辛苦你们了，今天辛苦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翠花林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啊，越来越精彩啊，真的是越来越不一样，而且呢，都是我们这里的，就是属下的这些团队表演。紧接着呢，下来我要介绍的也是我们《翠花林潮曲潮剧艺术研究会》那学生们表演。我觉得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传承了我们这个潮州人的一些歌曲，那么传承了这些艺术，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对这些艺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这里来上课。我们每个星期呢都有这个课程，那么所以呢，我们有讲演会的，我们有这个潮曲的，还有舞蹈的，所以呢，真的是很全面啊。那么所以呢，大家有空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俱乐部，还可以呢，有很多的学习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跟大家讲哦，到尾还有30份的幸运抽奖，小朋友不要走开哦。Let me also have a 30 lucky draw to give you up. Okay? So, still got two more songs. 两首歌过后呢，我们再次进行我们的幸运抽奖，因为我怕有些朋友跑开了啊，请大家注意。好，如果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潮曲潮剧有兴趣的话呢，大家每个星期五可以到这里来上课啊，每个星期五。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所有的学生们一起到台上呢，阵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哦，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因为一个团队一个人唱歌其实很简单，可是要一个团队一起来唱呢，真的不容易。亲爱朋友们，掌声再次给我们的翠花林潮曲潮剧艺术研究会的学生们一个鼓励的掌声，讲声讲声。
点灯笼这首歌，刚好配合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哇，太棒了！感谢感谢感谢，真的是，哈、哦，因为这首歌曲呢，开始的时候我还就是后来他们唱的那个意境的时候呢，哇，感觉到呢配合今天我们的这个中秋晚会，真的是非常非常贴切。好，也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进行幸运抽奖了，大家不要走开哦，小朋友要不要奖品？要。要不要礼物？要。要不要我？要。啊，要我，因为我之前有当过老师的，所以呢我一上台的时候有点职业病，没事呢，你们要不要我？我是你们的老师啊。好，那么第一个小朋友来了，报名了。好，那接下来刚刚是我们的学生，就是我们潮曲潮剧艺术研究会的学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两位老师，那么呢他们是我们翠花林潮曲潮剧研究艺术研究会的两位老师，掌声有请蔡爱佩、刘细琴，江夏鼓励啊，老师教我的，有请。维俊啊，别标可以准准的比赛啦。各位邓姐、邓姐好。啊，今天是中秋佳节，不能做旁边。中秋节快来啦！
刘信晴两位老师，掌声。如果想要对这个潮曲有兴趣的话，每逢星期五就可以到我们的醉花林来学习了。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潮曲金曲原唱，哇，真的是不简单哦。而且我觉得是这个文化呢能够流传，能够延续下去的，真的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么刚刚我要补充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我们醉花林呢这个舞蹈班刚刚为我们呈现的那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这个社交舞团呢，在每逢星期天的两位老师是 Alan 还有我们的 Zen， 所以想要学社交舞的话呢可以每逢星期天来到这里，我们有老师特别教我们有 rock and roll 还有一些社交舞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舞蹈，所以呢错过。好，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进行幸运抽奖了。好，首先我们要邀请是我们地府主理黄海庆夫人，有请夫人到台上来为我们抽出，接下来还有32份哈，每人抽先抽16份。谁这么的兴奋？谁这么的开心？把手机都丢了？谁？你看一下你的手机丢了的话呢？是咬一口的苹果。咬一口的苹果，这个手机，如果呢，你到你的手机不见了，你就到我们的这个的音响这里，老师确认一下好不好？来，有 password 的，要经过 password 才可以的啊，夫人，不好意思，久等了哈。好，幸运号码，首先的幸运号码是第一个号码是173173，哇，好开心哦！恭喜，不用上台，到旁边拿大礼物 ，OK？ 来，在旁边拿哦。接下来的幸运号码是251251，251在哪里 ？2。OK， 恭喜 ，come in front。紧接着幸运号码是136136136。OK， 小朋友真的很开心。接下来132。146 146 OK
OK。153 来，小朋友来，Goodbye，看。
哇，这个礼物都比他大，哇，看这么大的礼物，好开心哦！真的，我尽快尽快啊！幺二五 ，one two five， 幺二五 ，one two，let's call， 幺二五 ，one two five，next， 紧接着的幸运号码是 one one three， 幺幺三 ，one。OK， 恭喜，到前面来。有一点的话
上课，可是呢还有八份哦，八份来。
办法找回去的。好，现在是。